这家伙给我猜的啊，疯了吧啊！这谁猜的？这谁干的？谁干的，老大？齐小涛挺出名的，谁干的呀？谁干的呀？啊？问谁干的？紫金老大干的，兄弟。紫金老大干的，那不用寻思了，肯定老大。老大回去喂孩子去，老大去回去喂孩子去。一天都没个正事儿，一天你没个正事儿，你没个正形，你有没有个正事儿？你啊，抢到剪刀了，哼，四哥，四哥出来玩会儿吧，四哥，好吧。四哥出来玩会儿吧，啊，小石头关起来了。老四，你说你出来第一件事，你不知道你看看你姥爷，啊，老四，你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进，重来一把，老四，重来一把，老四，你说你出来第一件事干啥，老四，啊，四哥，你告姥爷，你出来的第一件事你打算干啥，四哥，啊，你不打算看看你姥爷吗，老四？我看你第一件事干啥？小姐妹啊，老四啊，你是，哎呀，老四啊。你脑袋瓜子里身上真没有我呀，老四，啊，真没有我呀！哎呀妈，小明我腿都吓软了！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呐，小明我腿都吓软了！哎呀，小明原来这么怂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小明我腿都吓软了，是吧？啊，小明就和你厉害，和老四不行，站不稳了。那小明，我看小明啊，那小明又得聊老四去啊。小明就是不怕你。小明来，一、二。这比我 biu 还好使啊，兄弟们，这比我开枪都好使。小明啊 biu 比我开枪好使。来了啊，老四啊，上蹿下跳那是什么玩意儿？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真的好怕呀！给眼的小明吓得是魂飞魄散的啊！我想买点狗狗的东西，主播能演示一下吗？我不会。狗狗的东西，兄弟们，你们想买啥呀？老铁们，咱家第三个链接这个磨牙棒啊，兄弟们，第三个链接这个磨牙棒是买一送一的啊，买大的送小的啊，买一大包送一小包啊，一大包是三根，然后一小包是七根啊，老四真挺厉害，四哥呀，能买点正事儿不，老四啊？老师你能忙点正事儿吗，老师啊，啊，我都不想说你，老师你坐下，老师你能不能忙点正事，别瞎忙活，老师啊，辣白菜炒了再吃吗？辣白菜不用炒了，兄弟们啊，那辣白菜是开袋计时的啊，第一个链接辣白菜是开袋计时的啊，开袋就能吃啊，不用了，不用炒啊，啥也不用整啊，四哥一直很期待。石头做绝育吧，石头兄弟们，石头过两天给他做绝育，真给他做绝育，兄弟们，我真给石头做绝育。咱家如果以后再有拉布拉太出生，兄弟们，我去吃粑粑去，真的，兄弟们，这回这个粑粑我指定吃定了。
啊，兄弟们啊，点击右下角，祝主播上年度。我跟你说，这粑粑我指定不带吃的，我他妈吃定了。我刚才说错了，兄弟们。还有木耳吗？没有木耳啊，可以炒啊，辣白菜炒饭，这不用炒，直接就可以吃。啊，直接就可以吃辣不辣菜。石榴已经怀，估计石榴已经怀上了。他根本就怀不上，兄弟们。谁到了？反正我也不敢说，我也不敢说，兄弟们。咱老四自从盯上石榴之后，胎胎都能带上。你们想想吧，兄弟们。啊，辣白菜开了能放几天？开口的话，开口了放冰箱里头冷藏的话，啊，就兄弟们，我说冷藏啊。放心，冰箱里冷藏，你能放啊？Seven 呢 ？Seven 跑哪去了 ？Seven， 你把水给爸拿来，Seven，水在哪儿呢？水，哪是水 ？Seven， 啊，好宝贝儿，好宝贝儿 ，Seven 啊，好宝，好宝，好拿来吧，哎，好宝，好宝，拿过来 ，Seven 给爸拿过来，来，哎，好宝，好宝啊，好宝 ，Seven 来，好宝，好 Seven 啊 ，Seven 好宝，好啊，哎呀。啊，三好样的啊，三样才是好样的呢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帮我喝口啊，啊，喝口。哎，还是三，还是三文贴心。干大事还得是三文呢。哎。看他是还得要三万，奖励三万，爸给他拿奖励三万，去，爸给拿奖励三万，好不好？三万呢？你看三万愿意在我身上玩，俺三万小的时候就在一直在我身上玩，从小玩到大。三万，你说你现在还坐在爸爸身上玩，啊？三万，爸给你个奖励三万，好不好？三好不好？好的话你叫一声。你说你这孩子把瓶盖还拧下来了，走。你说你这孩子，你看这几个小伙，哪个小伙会拧瓶盖？兄弟们，你看他们几个谁会拧瓶盖？就三人会拧瓶盖。感谢花魂姐姐，欢迎花魂姐来到咱家直播间啊！欢迎花魂姐姐啊！三，爸给你整牛肉粒吃，三万啊！给你牛肉粒吃啊！原因导致三万还不能说话，为什么原因导致三万还不能说话？啊，三万还没着急，兄弟们。三再着急就说话了，我们三越着急越着急。你看啊，三，你说一加一等于几？一。三等于几？一加一。几叫两声。好。老大你叫两声。老大叫两声，老大。三叫两声。嗯。三万，你把灯给爸闭的，三万闭灯，嘿嘿，三万去把灯闭上去，三万，你把灯闭上去，有点懵。啊，三万现在叫声音小，兄弟你看人家三万多长时间不叫唤了，多长时间不乱叫了？三万你叫，啊好，三万蹦，三万来，三万跳。跳，一二三跳，好，叫，啊，他能分清哪个是跳，哪个是叫，三跳，好，叫，好，你看，兄弟们看他能不能分清，啊，大家想买牛肉粒的兄弟们啊，咱家牛肉粒是39.9三罐，39.9三罐，在下方小购物车啊，你看咱再看咱们啊。感谢姐姐啊，谢谢姐姐啊，谢谢咱们家姐姐，感谢花魂姐姐啊，欢迎大家伙啊，三万跳，三跳，三你跳，行完了，你看刚才好使，现在不好使了，三跳，好，三叫，三坐下。坐立，
坐地，立住了，立住他，坐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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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宝贝儿啊，好，三能立住啊，俺家三不白教兄弟们啊，三不白教，三坐好了，三坐好了，三转圈，转圈圈，三转圈圈，三转圈，转圈圈，三来转转。感谢姐姐啊，谢谢姐姐啊，谢谢。小迷糊转圈，小迷糊，小迷糊转圈，小迷糊你转圈，小迷糊转圈，小迷糊转圈，小迷糊转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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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迷糊转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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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圈。靠你哥，你能不能转圈啊？接着啊，太棒了，三文大宝贝儿，这个家只有三文厉害，最靠谱。三坐一下，好，坐立，三一二三，坐立，好，三接站起来，三撅屁股上，撅屁股，撅屁股上，撅腚，撅屁，撅腚，撅腚，撅屁股，撅三撅屁股，撅屁股。撅屁股三，撅屁股，没撅，退退退退，撅撅三，没撅，没撅好他了，你没撅好，撅撅屁股三万，撅屁股三万，哎，三撅屁股，撅屁股，撅屁股三，撅屁股，撅好了，撅好了，撅，你看三万，三月有点敷衍我，是不是肚子疼？谁肚子疼？谁肚子疼啊？啊？你这怎么训练呢？超级可爱，你们说谁肚子疼，兄弟们啊？啊！你们说的谁肚子疼啊，兄弟们？啊！哎呀，老四啊，你可别惦记他了，老四啊！你这总惦记他干啥呀，老四啊？啊！你总惦记他干啥呀？你能瞅出花来呀？啊，它是花儿还是啥呀，老四啊？就算你瞅出花来的话，它也耷拉了呀，那不耷拉了吗，老四啊？压小狗了，没压着小狗，没压着小狗。俺家老大不可能压着小狗啊，啊，红颜祸水一口没吃，老四太专情了。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来，你给石榴找一个他们能歇一会儿。你还想吃老四啊？啊？除非老四困，老四不可能困。老四多长时间不困了，兄弟们啊！我现在干见老四说话说，哎，我给石榴整一个，兄弟们啊！我给石榴，我给石榴拿个零食吃啊！我小石榴拿一个啊！我小石榴拿个鱼骨吃，最后一个鱼骨了啊！这个小石榴吃啊，这个，嗯，石榴，起来三，起来，起来，别，哎，三万。我给石榴再拿一个啊，兄弟们，我给俺家石榴再拿一个啊。啊，这个给咱家石榴吃，兄弟们，这个肉干好不好？啊，三，你不能抢了啊，给小石榴吃，小石榴在里头啥也没吃着。啊，石榴啊，石榴来。哎，操！老四，你出来，老三。四哥，出来来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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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哥来，过来，你出来，四哥出来，出来出来出来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四哥，能不能出来？出来出来出来，出来出来，行了四哥，哎呦我操，完了完了，老四，老四，操你，石榴吃吃吃吃。说出来，去，石榴进，石榴进，操你妈！老四进来，老四进来，你敢出你试试？你敢出你试试，老四啊？啊，你敢出你试试？
石头进，石头进，石头快去快去，石头石头进。干啥呢？啊？干啥呢你？石头进，石头进。哎妈，累死我了！哎妈，累死我了！哎，哎，哎妈，累死我了！欢迎大家回来咱家直播间啊！欢迎大家啊！哎呀天，累死我了！四哥呀！老四啊，你可留十离十那个石榴远点吧，行不行？老四，啊，哎，老四老四啊，你可歇会儿吧，四哥，哎，给我累够呛。石榴来，石榴，肉干给肉干，石榴。可是穿裤子白费呀，兄弟们！反正老四那个枪是磨过的。老四出来来，实在说，老四们，老四们磨这是什么了？您这磨枪，啊，啊。起来。四哥，你一天真能忙活呀，四哥啊！我四哥一天真忙的人。来，给你倒点水啊！四哥瘦了，兄弟，你没发现了吗，老四？兄弟们，你没发现老四瘦了吗？啊？老四不吃饭呢？啊？那你们发现老四瘦了吗？老四，你说，老四，你说你图了啥呀，老四？啊？你图了啥呀？你为了小石头把自己折腾成这样，老四，老四值吗？老四，值吗？值吗？老四来问你呢，老四，你为了石榴，你值吗？老四，啊？值？你值个大腚眼，你值个大腚眼子，你值？你说你为石榴，你都多瘦了，老四，啊？你好意思说老四啊？啊？你好意思比划？
哎呦我的妈！给老师找相同的品种配一下吧。其实我跟你说，兄弟，这跟你跟哪个狗没关系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兄弟们啊，咱家狗狗发情的话，啊，只有发情的狗狗它才懂这个事儿，狗狗不发情它是不懂这个事儿的，知道吗？啊，狗狗肉。你们别踩着小狗，老大，你说这小狗就在你脚底下，你别踩着它呀，大哥呀，啊，老大出去吃饭，老大出去吃饭，我给他们几个分点狗粮，兄弟们，我给你们倒呢，你看吃的，老瘦了，可不瘦了呗，他不好好吃饭，他能不瘦吗？他不好好吃饭能不瘦吗？他我再给放点啊，来老四啊，你吃点饭呗，行不行？这事要注意一下，茶不思饭不想啊。哎呀，怎么能看出来老大缺钙呢？老大不缺钙，兄弟们，老大不缺钙啊，俺家老大吧，兄弟们，是为了他是喂孩子，啊，喂孩子呢需要给狗狗补钙，兄弟们，并不是说他缺钙才给他补，等你家狗狗真正缺钙的时候，补钙就已经晚了，知道吗？咱不能说等狗狗缺钙的时候再给他补，啊，咱是预防，知道吗？防止他缺钙，啊，防止狗狗缺钙，嗯。喂奶就要补钙，对呀、啊，喂奶补钙喝，这回真受不了呀！我的妈呀，四哥开始吃饭了，四哥，啊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四哥。兄弟们，你们发现吗？四哥吃饭这个，兄弟们，你们发没发现？俺们家四哥现在吃饭这个样子，有点像我小时候吃两口去看动画片，吃两口去看动画片那两下子，吃两口抓紧去看一眼，吃两口抓紧，你看吃饭也快，你瞅瞅，啊，你看吃两口就过去看两下子，来看看，看不着。还是心里有事儿，饿急了就会吃啊。他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，兄弟们，啊，这饿急眼了，老四。啊，老四寻思，我他妈捅过半天没捅上，啊，再没个饭吃，妈要把老子饿死了，这是，啊，这老子再不吃饭，你得给老子饿死。老四，你好好吃饭，老四，快来，四哥，好好吃饭吧，老四，快吃饭吧，来。大家有需要咱家这个狗粮的兄弟们啊，咱家狗粮149一袋，20斤，第八个链接，149一袋，一袋狗粮20斤，比瑞吉的，兄弟们，咱家这款狗粮到货了，20公斤吗？狗粮是20斤，不是20公斤，它是10公斤的啊，你把饭盆给使劲吃点。为啥不成钱呢？我给石头拿点行吗？啊，我给石头从这里买一点就行。我给三人添点，三八再给你添点啊。啊，如果想买狗粮的兄弟们啊，大家可以去下单了啊。狗粮非常非常的不错，兄弟们。啊，我感觉这帮咱家狗粮性价比特别高，啊，关键是便宜，而且呢营养特别均衡。你是不是疯了，老师？啊？你是不是疯了？啊？
连妈妈都咬啊，老师啊，啊，你是不是有过分了，四哥？狗粮能吃多长时间？你得看你家是啥狗。啊，今天俺家石头的话，俺家石头这一袋狗粮得吃一个多月，能吃俩月，能吃俩月。如果让人老四吃的话，人老四也就吃半个多月吧。嗯，跟肯定根据狗狗的起来。吃就吃啊。咋就生了两个呢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为啥生俩。啊，生俩宝宝挺好的，这俩宝宝都挺健康的，兄弟。你上这儿来干什么玩意儿，老四啊？啊？你上这儿来干什么玩意儿啊你啊？老四一顿吃多少？啥时候做烤冷面呢？兄弟们，咱们明天做烤冷面吧。啊，明天做烤冷面，今天不做烤冷面。啊，我今天吃饱了，兄弟们，刚才我吃了一大碗饭，吃饱了。哎呀，当爹了，想当爹了，老四。老四，你咋？老四早就当爹了，跟当不当爹没关系。老四早就当爹了，还当爹呢？当爹了，你当的稀里糊涂的，老四。我从来没感，哎，兄弟们，我从来没感觉，哎，一条狗当爹啊，当的是如此的失败。咱家老四当爹当的是如此的失败。嗯，迪特除臭剂第五个链接，兄弟们，第五个链接迪特除臭剂啊，39.9块两瓶啊，咱家除臭，兄弟们，咱家迪特除臭剂啊，说啥啊？不好意思，铁子，不好意思，妍妍，嗯，为什么我问你的问题看不见呢？我想买你家的产品，你想买我们家啥呢，妍妍？咱家有客服啊。你现在可以问咱家客服啊，妍妍，老爷，你看公屏啊，哎呀，兄弟们呐，十斤泰迪，能吃这个钙吗？看公屏，十斤泰迪可以吃啊，当然可以吃了，这个狗，这个钙，猫狗都可以吃啊，猫狗都可以吃，专门补钙的，兄弟们啊。专门补钙的啊，看着可以吃啊。现在写着5公斤以下，5到10公斤，看着这都写着呢啊，兄弟们可以吃啊。你离老四，真的，我跟你说句实在的，老四啊，你跟你姥爷唠会嗑，老四来。能不能离人石头远点儿啊，老四啊，能不能离人家远点儿，不许跑，我看你往哪跑，老四，我看你往哪跑，哎你往哪跑，老四伸着把子了啊，老四身高多长不知道，老四身高得有50-60吧，兄弟们，哎，老四指定有了50-60。嗯，126级阿拉斯加用什么狗粮好点？咱家这个第八个链接狗粮，你家狗就可以吃啊。第八个链接的那款狗粮，你们家狗狗就可以吃。一看就是老大啊，那是老大，是咱老二。他俩不做比较的话，你俩真是，你们真是认不出来。只有做比较才能看出来，因为他俩单独的话真看不出来他俩，因为他俩长太像。老四的痛，石头的苦，小迷糊的伤，都是老爷的错，没人管得好。哎呀，兄弟们，你让三爹那是情何以堪呢？啊，你现在每天喂老大吃啥呀？老大正常喂老大喝奶粉，正常吃狗粮，兄弟们。啊，咱的狗，咱老大呢？我给俺老大，操你哥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不是疯了，老四？啊？能不能好好的，老四？啊？能不能好好的？你到底是要进去还是要出去，老四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
我发现你这孩子怎么二虎超的呢？我发现你，你是进去还是出去？老四，你在外面还在里头啊？老四，外头里头自己选啊，自己选啊。老四，这老四自己要进的，听着啊。好了，这老四自己要进去的，兄弟们啊，我没强迫他啊，我从来没赶老四进去，兄弟们，从来没赶老四进去啊。过来，三个来，三个来，三个来，你坐三个啊，兄弟，你坐三个来。你总怼他干啥呀，什么呢？小狗不卖啊，兄弟们，咱小狗不卖啊，老四慢慢的，哎呀，难着吧。那什么？那三一天可欠儿了，真的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欠儿的狗，头一回，兄弟们。头一回呀、啊，见过这么欠灯的狗，非得怼人屁股。你说往哪怼不行，非得怼屁股上。你看这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啊，啊，过来，走。三娃，过来！操你哥的！过来，三娃，过来！哎，真的，我给三娃关起来，我给三娃关起来，三娃总是怼人实着。三娃进来了，三娃来，去去去，进去进去进去，一点他妈不听话你。三进了，三进。能不能别怼人家？能不能别怼人家了你呀，才问呢。能别怼人家啊！你再怼他一个试试，你再打他一个你试试，三万，要不你再打一个你试试来。那你再打一个试试来，我看你再打他，啊？没完了啊？下去啊！下去的，下去，下去，下去！你能不能别整他啊？你说咋不听？真不听，真的，真不听！你看看，哎呀，行了，你可别打他了。那小石头现在无依无靠的。石头进来，石头来。哎呀妈，气死了！小石头发情没完事呢，兄弟们啊，咱家小石头嘛，第一呢，他现在发情，兄弟们没完事呢。等咱家小石头完事之后，我就给他做美容去啊。老四，你瞅瞅你，你瞅你吃的，你瞅你吃的，老四，你他妈毛愣干啥？老四，你说你，老爷跟你说话呢，老四。
不是，我发现你怎么毛愣的呢？啊？跟你说话呢，我发现老师，这狗真毛愣，这狗是真毛愣啊，一点不稳当啊，啊，一丁点都不稳当，真事儿呢，服了，哎呀。大家想买的，你看咱俩老三天天这样的，行不行？天天这样式的，微量元素有啊，微量元素啊，兄弟们，微量元素有啊。咱下方小购说你们自己买，兄弟们自己拍啊。第十二个链接是微量元素，第十二个链接啊。咱不喜欢巧克力色。咱做什么都是对的。真的，我想不明白，那三为什么总想怼这个小石啊？他总想怼他，总想捅他。三为啥要怼我们？吃了的，咱们来，把饭碗吃了的，咱们来。把饭吃了他，爸爸带下去溜溜的，快，看看，听话，把饭吃了他啊！好宝，好宝，三宝啊，好宝，吃了他，爸爸带溜溜去了啊！好宝，三宝啊，好宝，吃吧，咱听话，听话，长宝，你吃吧，三宝，嗯，爸带边出溜溜了，听话，多吃点，三宝，哎，吃吧，给你儿子分半盆行吗？我给你儿子分半盆啊。三只想给想给他儿子吃，哎呀，三只想给他儿子吃，老大你吃不吃的？老大不吃，老四你吃不吃？老四，妈给你留的啊，妈给宝宝留的啊，给老四留的啊，老四吃吧。四哥饿坏了，兄弟们。晚上还那么多吃，还吃那么多，三天像事吗？你看又干起来了，又干起来了，比着吃，他俩比着吃，看到吗？羊奶粉适合多大狗狗吃？羊奶粉适合一个月以上的狗狗吃啊。狗狗断奶就可以吃，这么多狗怎么遛？遛大狗，小狗小狗不遛啊。小狗三万，真的儿仨了，我真该揍你了啊！我真不，我真的我真该揍你了，三万，真的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真的了，三万啊！你是不听话，三万啊？天天怼我那个石榴，我兄弟们，哎呀，走，小明，你从你脸上，大姐们，你们看着小明脸上这些坑吗？老铁们，哎，你们能看清吗？啊，你看，兄弟们啊，小石榴这个坑，只要你能看到带坑的地方，都是老四咬的。嗯，这地方都是吧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底下那脑门上有一个，脑门上有一个，四个大的啊、嗯，五个下巴壳上还有呢，看着，这都是老四咬的，嗯，谁咬的？为什么这么狠？他爹咬的呗，只有他爹敢对小明这么狠，谁敢对小明这么狠呢？谁敢对小明下死手啊？是不是小明啊？破相了，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怎么说呢？哎，看着，小老四、小石榴、小脑袋瓜是一家，过来来，
小明花过来，来，小明花来，过来，来，小明花过来，来，上来这来，来，小脑袋瓜说的是俺家小迷糊，兄弟们，小脑袋瓜说的小迷糊啊，小脑袋瓜啊，小迷糊脑袋瓜真不大，兄弟们，但脑袋瓜真小，嗯，管他叫小脑袋瓜没毛病啊。我不知道我家泰迪吃不吃，我家泰迪很刁啊，别擦。